对啊，你直接把那个机器打开嘛。啊，这个就不用看什么是吧？啊，这个干嘛？自动是吧？嗯。然后就等一下，拍一下这里，拍一下这里。拍一整个，拍整个，拍整个。啊。拍那上面。啊。拍一下我的手，在你调这个高低，我等一下，你再试一下吧，把手，就这个是调高低的是吧？调高低嘛，然后这两个键呢？这个按键你说一下吧。这个。这个切。然后这个是超声，这个可以不管，然后再点自动模式，这里有个时间设置，这里加减，再返回，然后这个就直接点自动模式，这里这个，这个呢，这个是进去，那个是出来，是这个是急停，急停是吧？然后这个要旋起来，这个急停，旋上来，然后旋上来。然后我就按启动了。好，可以，这样去做吧。看第一个的效果。高度是一样的。你是不是刚才又调了高度？刚才有没有转了一下，是吧？就这样拍吧。啊？就这样拍吧。好，做下一个吧。把这几个做完嘛。效果还可以啊。